改日呢，你上我那儿去，我招待你。我一定把你这个假正经的好干部，我给你腐蚀下水，你信不信？你听好了啊，我要能让你腐蚀掉，我不姓雷了，我跟你姓韩。行嘞，咱走着瞧。李书记，看你没少。走着瞧。外面下雨了，开车小心点。哎，嘿嘿，红红。你关心关心哥哥我，疼了我。你别这样，叫人看见多不好啊！这嫂子跟我还是结巴，小心会就你给我提他干什么呀？我跟你说，这娘们现在我都分不出她男女来。哎，我今儿晚上还就是要睡到你这儿，我看她敢不敢管我。韩总，韩总，哎，你听我说，干什么？你让开，干嘛呀？你去哪儿？不是包间是吧？好，只要你陪着我啊，我睡哪儿都行，妹妹。喝多了，我回去。回去，哎，韩总，韩总，哎，车来了，车来了，咱们上车，上车了，等等，等，我看出来了，你喜欢这个娘们，是不是？啊，好，弟弟没问题。我跟你说，我老韩最仗义了，男人如兄弟，女人如衣服。这娘们死了老公，现在就需要男人，你喜欢她，归你了。今儿晚上他归你了。哎，韩总，韩总，咱们走吧。啊，别嘴上不干不净的，赶紧弄醒。行了吧，别给我装正经。你看你那怂样，就是给你一寡妇让你睡，你还不睡，难不成你也死了老婆呀？是吧？没听懂啊？哎，哎呦，韩总，韩总，哎，哎，哎，走走走走走走，哎，哎哎，姓雷的，这事我跟你没完啊！走走走，哎呦，哎，哎呦。刚刚外面下雨了，给车上披了件雨衣。雷书记，刚刚谢谢你了。一个女人家，做事检点些，平时少招惹这些是非之人。就不会惹上这些事儿了。